你可以看黄花岗之前也是好大的椰树啊，俺们住阿边阿拉大王宫，椰树椰树，哪里有椰树？有什么椰树？跟我的男朋友讲说，要租一部那个敞篷车给我开开，特地带一个丝巾拿起来围，敞篷车很骚嘛，大红色的嘛，就去到目的地之后。